OK，讲完了一堆那个故事啊，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。哎，我不是很想讲的，可是他们讲可能会加分。就是其实我之前被一个 X 出轨，每次讲这个我都会很烦。我就一直觉得他骗我这件事情，就是一个谎言，对不对？然后很蛮刺激的啦，发现就是抓奸在床，回到家。我蹲在我大学的宿舍，那时候我一个人哭了超过半天，然后我以为我 OK，原来这两年来不是他骗我，我自己骗我自己。为什么我要以谎言来骗自己？因为我过得好过一点，可能等下对方会讲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来骗自己？其实欺骗自己可能会感觉好一点，但是那个事实还在的。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个事实，我早一点去接受它，Why not？我相信，虽然真实的世界可能会很 harsh。可是因为我有一颗砰砰跳舞的强心脏。